那个那一张都有给他们吗？没有，他那个是市政的，他领导，你先听好了再发票。不用提吧，不用提，这就直接写了。各位议员，我们今天的议程是再打铃一下啊。郑市长，我们王副市长，余副市长，我们市府的所有的一级主管在场的各位议员同仁以及我们所有的府会联络人以及在场的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哈。今天我们的议程哈是我们要请这个主计处的这个陈慧娟陈处长哈来做一个106年总预算及附属单位的中计表的自制的编制的一个经过哈。那我们先请这个陈处长哈先跟大家报告一下，谢谢。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感谢今天这个安排，让我有机会列席报告106年度桃园市总预算案暨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筹编经过以及编列情形，深感荣幸。106年度，市府为加速城市转型，提高桃园成长动能，把增加的预算优先配置在重大公共建设，所以包括捷运绿线、道路工程及河川整治等资本支出有较大幅度的成长，资本门预算占税出的比例也由23.07%增加到26.4%，所以106年度可以说是一个建设年。而市府施政主轴整体规划仍以教育科学文化居首，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并以建构便捷交通系统、加速城市基础建设、打造幸福宜居城市、营造健康热活环境、引领产业创新升级、完善防救灾机制、厚实文化底蕴与设施、优化教育学习环境及发展多元族群文化等九大面向规划。总预算案配合前述的施政面向，税入计列870.37亿元，税出计列1030.52亿元，税入税出差短160.15亿元，以涉界收入予以弥平。上述举债数连同截至105年底未偿债务余额297.42亿元，预计106年底债务余额为457.57亿元，符合公共债务法锁定上限的规定。另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部分，共核列总收入485.58亿元，总支出436.72亿元，收支相抵后，剩余48.86亿元，连同以前年度累积剩余244.36亿元，合共293.22亿元，结缴市库54.15亿元。
接着报告总预算案的部分。106年度总预算案既有25个主管预算、84个单位预算及17个单位预算的分预算，合共126个机关别的预算个体。就税入而言，第一位仍然是税客收入577.91亿元，其次为补助及协助收入161.54亿元。就税出而言，106年度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编列368.71亿元，仍居首位。经济发展支出编列219.44亿元，居第二位。社会福利支出编列154.15亿元，居第三位。显示本府施政重视教育科学文化经济发展，并兼顾福利政策的落实。再来是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的部分。106年度特种基金既有3个营业基金、9个作业基金及15个特别收入基金，合共有27个特种基金，较上年度减少3个特别收入基金，主要是环保局将4个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基金整并成为一个基金。接着报告营业基金的部分，营业总收入为16.49亿元，营业总支出18.7亿元，收支相抵后亏损2.22亿元，较上年度的亏损减少3.73亿元，主要系桃捷公司亏损减少所致。作业基金部分，业务总收入86.91亿元，业务总支出22.65亿元，收支相抵后剩余较上年度剩余减少15.4亿元，主要系实施平均地权基金剩余减少所致。特别收入基金的部分，基金来源382.18亿元，基金用途395.36亿元，收支相抵后短处13.18亿元，较上年度短处减少0.97亿元，主要系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短处减少等所致。最后，106年度整体预算筹编，除加速公共建设的推动外，也持续重视教育文化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落实。对于本府重大施政方针及各机关重要施政项目，相信已能兼筹并顾。又总预算案税入的经常门跟税出经常门来比较，还有剩余108.37亿元，也显示本府采取稳健的预算政策。另106年度总预算案的举债额度及累计未偿债务余额均符合公共债务法规定的上限，而未来市府推动相关建设与政务，也会优先来争取中央的补助来推动。综上，106年度本市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对于本府当前各项施政重点，均已优先编列，也已兼顾财政稳健，故所送到贵会的预算案书，敬请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赐予支持，并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报告。好，谢谢，请坐。那各位议员同仁啊，我们进行第二个案子哈，我们审议桃园市106年度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的第一读。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我们通过哈。那我们在这边特别跟议员特别报告哈，那我们根据我们多数议员的建议哈，这一次预算的审查排列哈根据这个已保留金额的排序来作为审查哈。我稍微我念一下，等一下有意见各位议员再提出来哈。第一个单位是那个请我们做主任念哈。议长，我想总顺预算的审议顺序呢，依照保留款金额的这个排序呢，第一个是公务局，第二个是各区公所，第三顺序是体育局，第四水务局，第五
环保局，第六交通局，第七文化局，第八农业局，第九都市发展局，第十警察局，十一民政局，十二秘书处，十三消防局，十四观光旅游局，十五原住民族行政局，十六卫生局，十七社会局，十八客家事务局，十九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二十经济发展局，二十一地震局，二十二青年事务局，二十三新闻处，二十四教育局，二十五人事处，二十六地方税务局，二十七财政局，二十八劳动局，二十九法务局，三十主计处，三十一政风处。好，那接下来是户主单位跟市议会，谢谢。各位议员同仁，针对我们刚刚卓主任所宣布的这个预算审列的这个排序哈，大家有没有意见？那个文化局，好，我们请苏翠玲苏议员哈。我可不可以动议啊？我们那个税入也要审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税入，我们看到课税收入其实是最大宗的嘛，那还有补助协助收入，这两个大概就占最重要的。那我们从104年度的那个决算报告里头可以知道，事实上我们的补助协助收入好像有在减少的那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课税收入跟那个补助协助收入啊，就税入的部分，我建议我们也要审一下，好不好？谢谢。我们苏翠玲苏议员哦，动议这个税入，你是说税入要先审吗？你是说税入要审还是先审？如果要就是我建议当然要先审，因为我们先审税入才会知道我们的税入的收入是对还是不对。那如果不对，那我们当然税出的部分也要再做调整。那我们也是要排到明天的。各位，那各位议员同仁哈，那我们苏翠玲苏议员动议哈，这个税入先审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人附议？我先征询有没有人附议的，有没有人附议？那苏议员，那我们就照往例哈，因为没有人跟你附议。那附议的请举手哈。好，那成案哈。那有没有人反对？反对的请举手。好，那我们进行表决哈。那赞成的请举手。赞成，先审税入的。好，反对的请举手。好，谢谢。好，那我们还是回归针对哈我们这个总预算的审议顺序来做处理。那没有通过嘛？那个，那周主任先补一下。赞成六票，反对十六票。那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整个审查预算的这个次序。那个超过半数哈，那成案哈，谢谢。那周主任点名了。超过。原副议长、议长、副议长，34位。好，没有问题哦。那我们请黄婉如黄议员，谢谢。谢谢议长。议长，那在这个在预算里面有很多的单位都用的预算都执行不完，都用保留的方式。我们这次是不是可以从去年度就是104年度保留预算最多的单位来先审，表示他们根本执行不力嘛？那个跟黄议员报告一下哈，刚刚我们卓主任宣布，那这样子了，我再读一次了哈，大家再听清楚一点。议长本来本席的意见是希望
照比例来算，但是主计室硬是跟我讲说照比例不好算又不好看，说这个一样了，是以数目为主。那好嘛，那既然你们把金额拿出来了，那我们就照金额，就照那个就照那个保留的金额最多的那个的局势先审，请主席做裁示。好，那我在这边特别跟大会报告一下哈，刚刚我们卓达明卓主任啊所宣读的哈，那我再宣读一次哈。第一个单位是公务局，第二个单位是各区公所，第三个单位是体育局，第四个是水务局，第五个是环境保护局，第六个是交通局，第七个是文化局，第八个是农业局，第九个是都市发展局，第十个是警察局，十一是民政局，十二是秘书处，十三是消防局，十四是观光旅游局，第十五是原住民行政局，第十六是卫生局，第十七是社会局，第十八是客家事务局，第十九是研究发展考核啊委员会，二十是经济发展局，二十一是地震局，二十二是青年事务局，二十三是新闻局，二十四是教育局，二十五是人事处，二十六是地方税务局，第二十七是财政局，第二十八是劳动局，第二十九啊是法务局，第三十是主计处，第三十一是政风处，然十二三十二是附属单位基金哈啊，第三十三是市议会。那各位同仁啊，除了这个文化局哈啊，特别局长有拜托哈，他是希望是能够啊这个挪到第三十一来哈，那也啊你到三十二再来审啊，征求到。那因为文化局因为在十一月三号到八号，他有一个这个要到这个日本千叶县的这个有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哈，所以啊特别那原则上那这样子啦，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大概是挪到第十六应该是可以了哈。那我们就把卫生局的十六跟文化局做一个对调，好不好？不，那就他就往下嘛，好不好？那一天三个局，哦，从早上九点到五点啊，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哈，那我们就啊，照明天啊，请九点准时出席哈，我们进行联席审查。那啊，请苏翠玲苏议员。那刚刚税入没有税入没有到最前面审吗？那把它放最后面审啊。那就。对啊。那各位同仁。最后面审 啊。那这样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那我们明天开始早上九点哈联席审查。啊，我们请林正峰女议员。我跟那个林玲议员要建请客家事务局哦，提供有十六个案的一个预算说明哈，因为很多垫付款有七八千万的中央客委会垫付款，我们一百零五人预算没有看到嘛，啊，垫付你垫付已经执行完毕，哎，做啥我唔知呀，啊，你今年编入今年的预算里面，啊，你钱用掉了嘛，所以我有一建议书，就是有十六个案哈，啊，请客家事务局提供。如果已经自用掉了，请他的自用明细给我们。没有自用掉，我们今天在审嘛。好，那个客家事务局哈，那我们林正峰林议员要求的哈，那林立林议员，没有困难。资料我已经给副局长了哈。好，垫付转正都是已经执行完毕的。那个不管有没有执行完毕的哈，只要我们垫付的有执行完毕，没有执行完毕的都给一份资料给林正峰林议员。其他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李林小凤议员。我们这议事堂啊，我们的议事规则，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都已经确定了，刚刚也表决了，也反对了，那为什么后面来讲一下说哦放在后面我们反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之前的表决是算什么，对不对？税入回去自己看啊，你们前面的时候之前的时候你们哪时候审过啊，哪时候审过，那这样子啦，对不对？那个我跟你讲，差不多了，何必如此？
对不对，议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每次表决完之后还要再重新还再来过，还要再表决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了。那我们的议员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所要表达的职权是到底是什么，对不对？那个小凤议员，这样子的，我们这个也没有议员会去这个删除这个税入了，所以要审就审，也没什么关系的。没有，我觉得不需要，刚刚就已经表决过了，就是不审税入就不审税入啊，为什么要到最后的时候啊，一个人在那边反复，我们全部人都听到在反复啊，有这回事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每次也是这样子喽，那我每次审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喽，我们开始审预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喽，议长，好，请你主持公道好不好？你要给我处理一下嘛。那各位同仁哈，那针对李林小凤李议员啊提议的啊，他你是动议不要审就对了。那副议的请举手。那我们请苏翠玲苏议员请发言。审预算是议员的职责，谁规定？那如果照这样，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表决说我们不要审税出？可以 啊，可以。也可以表决说我们不要审税出，然后就直接对不对？然后多这个表决出来说不要审税出，就整个都不要审吗？对不对？我刚刚提议的是我把税入预算放在最前面审，对，我刚刚的动议是我把税入预算放最前面审，然后没有成案嘛，34个在场，6个赞成，16个反对。好嘛，鼻子摸，对不对？不放在最前面审，那我放最后面审不可以啊？你如果今天还要连税入，我跟你讲，对不起啊，我为什么要求要审税入？因为今年的地价税、房屋税都大幅上涨，而且今年还编了非常多的罚金罚还的收入，这些钱全部都是从桃园市市民的口袋拿出来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替老百姓着想。你拿了那么多老百姓的钱，你今年编了那么多，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审议一下我们的地价税、我们的房屋税上涨了20%以上，这都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我们要好好的审一审税入到底有多少，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刚刚动议的是放在前面审，没通过我就放最后审。如果现在要求要表决不审税入，我要求记名表决。请林正峰议员。其实哦，议长，争这个会人家笑了。税入不用审，那我们议员干什么？对不对？请问我们议会的同仁，我们议员干什么？审税入税出嘛，对不对？你可以放在后面审，你可以不来审嘛，又不能删，我们了解可以吧？为什么不要审？那干脆结算也不要审，你通过就好，全部通过就好了嘛，对不对？搞错东西呀、啊！那个。请范刚祥翻译员。啊，谢谢。那其他的安静哈，好不好？我想哈，任何一个机关行使权力都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最好的时间、适当的次序把它排出来。这个排定的次序如何去审查，也就是我们议会整个公义来决定嘛。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议会要做的事情也岂止千千万万项。你只要所有的东西不按照轻重缓急来去行使权力的话，我们这个议会会陷入混乱。所以议会是一个合议的机关，税入要审查，可是税入的审查跟税出的审查意义并不相同嘛。税出的审查它有一个政策形成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踩刹车的地方，议会必须要去审查这个政策形成是不是有经过我们的同意，你税入的审查意义并不相同嘛。税入跟税出一样吗？那假如税入跟税出要一样的审查程序，请问以前是怎么审查的？这是可以查历史的事情吗？不是不要审查，而是每一个预算的审查有它适当的程序、适当的审查轻重、适当的审查密度，这是我们议会要深思的。我们不要说为了一时的高兴，哦，去提出一个这个未经深思的这个想法。我们要想想看，今天在议会里面所有要做的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我们如何去审税入，我们如何去审税出，过去要怎么做，一个政治惯例的形成不会是偶然的，所以要记名表决我们都
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对历史负责。请各位思考一下，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进行这个预算的审查，才是最有效率、最能够符合人民的期待。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英强李议员。那个，还派谁？那个林强李议员请发言。市长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为看起人民的荷包啊，这是正确的。但是我希望说，今天大家既然这么紧绷哈，我希望你以后的议事啊，那个议事上过程之中一定要非常精准啊。我刚刚听到整个的过程来讲，我刚刚听到好像是不要审的那个感觉，到时候最后怎么又要审？这个我就搞这整个的过程我就搞不清楚了。所以我希望说市长啊，那个议长。下次你这个做任何的这个上面来讲话，既然已经表决了，我们就要确立嘛，不要后面再又我诚意发言又从发言，那造成大家浪费很多时间了。所以我希望以后的议事啊，一定要确认，好不好？我跟大卫再讲一次哈，刚刚苏翠玲是说要先审税入，表决没有通过，然后他说后来又在动议，要在整个预算审查以后再审。这个税入，那我在这边特别跟议员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也不是没有审税入哈，你税出，你预算，你删了多少之后，还是要跟税入，还是要保持平衡呐、啊，还是有审，不是没有审哈，在这边我特别再跟议员大家再说明一下哦。那我们请那个黄婉如黄议员，那个议长，我想哦，这个不好意思，我当了太多届的议员哦，我们只审税入哦。也是有过这么一次，是我的第二届，跟第三第二届那届有审过税入。那刚才苏议员哦，既然他第一次提出来要先审税入，再审税出，这个案子没有通过，他又另外又提了一个先审税出，再审税入。我想议长，你可以征求复议，让他成案，然后我们再表决，这样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让我们议员要这么动怒？议长硬起来了。那我现在就要处理啊！对啊，我没有说我不处理啊，就停止讨论就好了嘛，就不要再吵了。各位议员同仁，我们停止讨论。那我们赞成苏翠玲苏议员所提议的这个预算审查完之后，我们再审税入的复议的，请举手。那复议的请举手。停止讨论。好，请放下。反对的请举手。还没表决了，不同意的嘛。好，那我们还是进行表决了哈。那先请点的需要。连议长、副议长41位。那赞成苏翠玲动议的，请举手哈，谢谢。11位，反对的请举手哈，谢谢。19位，11-19。那我们明天哈。早上9点请大家准时开会哈。卖不加歹看啦，你哎，好，干必要。好，那我们请鲁明哲鲁议员。我想那个表决结果，不管记不记名啊，看到那个今天的一个情况，但是。
必须要说了，因为这边编预算在这边，今天的议程写得很清楚嘛，是预算审查跟综合表。不光是不管什么叫预算，有税入预算、税出预算，加上包括你们在后面分析那些表，所有的文字都要经过正式的三读，包括文字就能帮你们通过。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不要去看税入预算，但必须要讲清楚了，税入预算本来就应该要审的。但是如果说因为惯例，因为府会大家和谐不去审，那叫做特例吧。那如果说把特例变成永久的常态，因为未来可能预算我们要了解，虽然我们要做税出，我们的工作，可工作钱从哪里来，我们不用了解一下吗？现在越来越要越多的钱都不可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奇怪了。因为其实在我以前代表会这边很多出过代表的，什么税出税入本来就通通都审的啦。但今天我觉得如果大家决议不审，甚至觉得包裹通过都是一个方法，只不过说不要说这个预算审查是不含税入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不赞成的。谢谢。好，那在这边我特别再跟议员啊同仁大概说明一下哈，我们也不是没有审查税入哈，因为你税入税出还是要平衡，你预算你删了多少，你还是要跟税入做平衡哈，还是我们还是有在审，不是没有在审哈，在这边特别再说明一下。那如果针对啊这个税入有问题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向市政府这边啊也可以提出有质疑的地方，有意见的地方，在这边特别啊跟议员啊大家说明一下哈。那我们散会，谢谢。你的动议就是没有通过嘛？十一那个周主任，那议会不就是你表决你就表决输人家了，你干嘛要讲到这样呢？散会啊！